放血疗法呢，是用这个三棱针或者其他针具呢，浅刺穴位或是体表的小静脉，来放出少量血液来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。那么放血疗法呢，最早呢在《内经》就提出了"郁沉则除之，除污血"的含义，也就是说，对于淤血，啊，我们可以采取放血的疗法。而张君岳讲到呢，三棱针以泻主液阳气也，也就是说呢，泄血疗、放血疗法呢，还具有呢清热解毒、泻火、开窍启闭等作用。那么，把放血疗法在失眠当中的应用呢，主要就是根据呢放血疗法呢，它具有开窍启闭、清热泻火、镇静安神的作用。这种作用呢，通过呢放血呢达到理气、调血、通达经络，使呢脏腑调和，来恢复呢机体的正常的生理功能状态。一般呢，我们对于一些实重或者是热重的失眠患者呢，可以呢采取放血的方法来进行治疗。